关心这在澳中间相关的消息。在行政院老掉黑印章，我那有主持了这在澳中间的第一届会议的时阵，我那表示讲，起码政府已经为着灾民找到八地正好的地，要进行了迁迁的这计划，讲我那要把这台东来当作是迁迁的模范。这块当地的种地差不多有2600平的台东金峰乡振兴村界第一号地，就是规划要来安置嘉兰村，还有立秋部落的灾民，大约会当住70户，因为有新的部落要住入来，乡公所嘛一直甲当地村民召开协调会。我希望往后我们还要再一个会议，订定我们生活公约，订定我们互动的关系，要有一个互动的关系的一个磨合，还有一个生活公约的共同来去遵守。我想这个是应该我们要去努力的地方哦。振兴村民对政府事先无甲因讲，有一淡薄仔无满意，不过嘛尊重这个决定。政府按中央到地方拢真有信心，讲要来迁村。不过进前海棠风台时阵，受灾户安置甲担拢无进行，民众对政府的话无什么信心。我们家海棠台风那时几乎在哪里啊？我们政府所这样的一个作业方式，一直拖，一直拖。好，十年我看。连那个上一次的台风那几个处理好了没有？乡公所向当地村民表示，这块地是暂时安置的所在，两年了后会阁找新的地点。除了台东，包括高雄县、屏东县这受灾县市，林静怡表示，目前已经找到八块地，会阁继续找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看要迁村讲，遮尔啊简单嘞，来看赶快有哪是这台东嘞，这是这大武乡的这富山部落，伫即个有哪真严重，啊，即马这乡公所有哪决定要甲这富山部落的23号啊，全部要迁去这爱国堡这部落的下骹。啊，不过这部落伫这1994年海棠台风的这个时阵，就讲要来迁村，啊，不过因为这土地变更是真困难，阁复杂，一拖就拖了几年。拆土机一定在清理被土石流淹起的厝，主人回去厝内要踮在落瓜门内底找出财物甲珍贵的相片，断了30多冬，厝变作这款嘛，目眶红。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还会想要继续住在这里吗？当然不想了，可是去哪里呢？我们没有那个其他的房子啊，只有这里啊。咱们台东的大武乡富山部落是一个只有23户、53个人的小部落。水灾了后，土石流按山顶冲落来，直接冲害部落。为了安全，乡公所即马决定要把富山部落全部迁去爱国堡下骹这块地。不过这块地要安怎处置，即马变成一个新的问题。是不是能够把那个整个地目，我把它做重新变更了之后，才能够做一个长期安置的一个地方？任何事情我们也很急。但是只会弄到最后会无法收拾。目前富山部落已经达成共识，同意迁村。其实按1994年7月海棠风台了后，当地民众就想要迁村，嘛向乡公所讲了几啊摆。不过因为迁村的作业太过复杂，加上土地取得的问题，一拖就是3年多。一摆讲好要迁啊，不过刷落来要安怎执行，部落的民众搁较关心。记者台东。商务部的这采购团讲，今仔第三届来到咱台湾要来落订单咯。因表示讲，这届主要要买就是这机械化工甲汽车的一挂零件，因为拄到咱台湾这届水灾，所以因有那特别宣布讲，因要捐出新台币300万的，捐出这300万的人民币，相当是咱的新台币1350万，讲要协助救灾。为了帮助台湾厂商进入中国内需市场，中国海博会第三团20号来台湾采购订单，成员包括着联想集团、神州电脑、拢总70多间大型企业。因为拄好是八八水灾，中国海博会副会长邓伟特别宣布，捐300万人民币，相当新台币1350万，回馈去年四川大地震台湾对着中国灾民的救援。就是聊表心意的这个做法啊，北京话呢，这绝对不是矫情。完全是我们的一片心意，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手足同胞，而且我们还都有着这个知恩图报的就民族情节。海博会表示，这届采买重点是机械、化工、汽车零配件、食品甲服装业。真侪厂商表示，愿意加买一撮灾区供应商的产品，帮助企业灾后重建。200万美金吧，因为正在加码吗？也有这方面的愿望。
海博沙团在台北、台中地区举行一对一的采买座谈会，目前已经有230间台湾厂商报名。海博沙团预估，这届采买金额是交易美金相当新台币300亿。记者转播道。